哇，嗰度有救生空气啊！呢个系咩味噶？香芋，几钱一份啊？12。我要去练车啦，我同喺嗰度等我。哎，呢度有一个卖食嘅，我先食住一啲嘢，等下先啦。睇下呢度有咩食。寿司啊！我都说了，你不爱吃吧？柠檬茶。系啊，柠檬茶。咩味啊？有重庆味嘅，有包蛋柠檬茶，八香果嘅有冇？八香果味噶？八香果味有冇有？纯柠檬系咪？系。啱打噶？系。攞杯俾我。你要包蛋柠檬茶，系咪柠檬茶？包打几钱啊？都系6蚊吓。6蚊。系啊，我食过一餐你多士啊，要买呢种啊，烧烤啊，奶茶。三，我买条烧烤肠先，我咪买条烤肠食。哎呦，我电了。
好钱。人少，如果会好似达州你嗰边咁多人嘅话，即系前两开始有好多人咯。麻方便过啊，先少啊。对面啦，唔使平安水。要过边份？平安水啊！系啊，呢啲牌。哦，我在生意很想你啊，只有呢度有啊。应该喺网上搞嘅。呢个春节嗰时候就热闹啦，呢啲就咁啦。就咁咯。啊，冇啦，呢边嗰个车绳啊，啊，冇啦，继续去开车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系九哥。我琴晚就系去练车，练到晚上十一点先翻来。除夕零一，我哋就系靠里边嘅。我本来考虑就因为喺里面啦，应该就系噪音就比较少，基本上安静啊嘛，系咪？系啦。是晚上是絕對是安靜的，非常安靜，可以啊。但是一到今早七點鐘的時候呢，這邊啊，他就搞緊那個裝修那棟樓，就發出很大的轉機的聲音，就將我吵醒了。唉，有些心情很煩躁，勉勉勉強是這樣游說了一兩個鐘，然後早上起來的時候有些考慮想要不要再換一個房間的，因為我今晚還是要在這裡繼續住一晚，天日又先人下午回廣州的。今天呢，他那輛車的那個配件呢就回到了，安裝好之後就等天日咯，我們還要去連那個倒車入庫和七方位停車，我現在還沒練習。昨日同埋琴晚咧，我係主要練咗嗰、那個喺跑呢啲山路同埋呢啲轉彎啊、紅綠燈啊，就練咗呢個嘅。琴晚就去市區裏面練咗下市區人多個地方，突然之間都係有少少緊張啊！喺人多個地方。